建华与林心如自从结婚后就非常低调，两个人很少秀恩爱，但是 CP 粉们可不干，偶尔两个人同框照片都能将粉圈炸得昏天黑地。之前霍建华的工作室微博宣称关闭，这让很多粉丝只能靠想象来安慰自己了。可是关于霍林的绯闻八卦一直不断，今日有大 V 称霍建华在与林心如结婚前自己在微博上偷偷开了个小号，并且与一位素人女孩暧昧，而且该女孩还去巴厘岛参加了霍林的婚礼，这个爆料让人颇感意外。据称该女生在2016年7月之前一直在与老霍互动，其在某航空公司上班，两个人平时的互动挺多的，而且还都挺暧昧。而一次霍建华的小号只关注了两个人，其中一位就是这个女生，并且在16年1月份一次霍小号还在问女生要不要来工作室工作。那么该女生究竟长得啥样呢？竟然让人能开小号去暧昧。从该女生的个人设就平台上可翻出不少其公开晒出的照片，其中还有素颜近照，看得出来这位女生颜值底子还是不错的，眼睛很大，感觉颜值不次于林心如啊。要知道林心如就是标志性的水灵灵的大眼美女，但是自从霍建华结婚后，其疑似小号就与之没有了互动交集。再看看职业装，妥妥的 OL 丽人美女，肤白貌美，显得很是尬练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照片，感觉这位女孩是微胖界的美眉，难道老霍实际上还是喜欢微胖界的？不仅如此，该女子学历很好，2007年毕业于国内的211大学，曾在2015年晒出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照，看服装似乎是硕士毕业。不过虽然大微信是淡淡的纸就是霍建华小号，但实际上也不排除是粉丝故意建立小号来互动造绯闻，而这位素人美女也只是在霍林婚礼时巧合去了巴厘岛，所以这件事只能当瓜吃一吃了。